老师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第三号。今仔日所要演讲的题目是“乌心食品”。迄是上美好的时代，迄是上歹的时代，是公平的季节，充满希望的春天，也是乌暗季节，使人绝望的冬天。这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所讲的名言。咱甲摕来比台湾乌心食品这个主题，对社会的描写也是这么啊同款。搁甲伦敦1956年热气面包甲面团，1818年鸡蛋血事件，纽约1850年喷水牛奶致使8000个儿童死亡。这种事件真是历史中的古今命运团。提到这，现代医学科技进步，人的寿命平均会当活到70-80岁。乌心食品却是叮叮塔塔，一件一件出问题，让咱惊吓，不知食啥物才是安全的。做生意，诚实信用上重要。咱大家较较巧，去大公司的产品内底买票。乌心代志发生，大公司讲自己损失不少，社会责任提甲妙妙妙。即卖技术进步，另一个代替食品，满足一般人爱好食生理，早起甲表示无失的。叹气、竖气，像塑化剂、毒淀粉、乌心加油等一大堆乌心食品，在咱的市面流转，危害咱的健康性命，差甲社会不满，一片混乱。咱伫遮就嘛抽象乌心，干呐爽，无帮助得紧。若讲互人骗，毋是因为伊歹，是咱个真无奈。详细想看卖，涉案问题原因是啥代？第一是社会发展，业者以乌心方法改变生产，影响消费者的健康，增加就业机会。第二，好利率的广告，让一般人误解，相信小个大碗，贪食求嫩的好面，造成业者惨价。咱来受灾。第三是暴利，俗语讲“抬头生意有人做，了钱生意无人做”，到时摕去吃，用真低成本，予你烹饪好食，搁家己搭车。暴利伫面前，良心生死是算啥？手上早着摊伫壁，关于啥物社会责任，有钱才是大爷。第四，乌心食品的问题经由媒体报道，主管机关才来查危机，佮检验速度低级，惊影响市场，受伤得利，舆论压力下较促使，真是后知后觉无着事。人熬毋值天，得做对头。这个乌心食品真世界时代。咱消费者甘心弱势，予人乌白台，敢会当安心食无解？即卖立法院已经通过食品安全修法，违法者判最高5年有期徒刑甲电罚，希望确实检验就查，保障咱食的安全无其他。我心善意无食品，咱来尽消费者的本分，了解善意无后悔，才袂消贪两家人，才袂食品早起的空胖。爱知伫人毋甘钱，互做事人趁，只好付伫伊身空。所以尽量食天然食品，也
减食食品加工，维护咱的健康。最后，咱消费者爱联合起来，捍卫咱的权益。在政府搁袂到时代，出钱出力支持减盐派。